少女刘雨欣，有请。好，我是太徐坤，今年13岁。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在大舞团里啊，一直稳定发挥是也是大舞团的标志之一。然后也是在每次 battle 的中间稳定我方的重要的力量。也是最有识别度的。我好像有点感觉了，我有点感觉到了。谁？哪位？刘雨欣。刘雨欣。眺望夜空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记。老师好，我叫蔡徐坤。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。谢谢，谢谢。4个月前的我，做了这个决定，来到这里。家人，我爱你们。我觉得今天不是结束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花。老师好，学长好，我是 AMG 亚洲音乐集团的训练生刘雨欣。我是认识你的，我也知道你，而且我也看了很多你训练的视频。谢谢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，你们谁扣的我？是雨欣扣的我。雨欣，哎，猜到是你 ，wave 的那个地方，舞蹈的动作，大家都跟你一样，是什么？岁月是否会老去？萤火虫是否会熄灭？花草是否会枯萎？你一定会披星戴月，站在我面前。因为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雨欣，你的衣服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压力大吗？压力挺大的。其实雨欣，其实完全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。如果有压力没事，我陪你一起扛，我陪你一起扛。谢谢。